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猫派跟狗派，各位观众是哪一个呢？我这个开场是不是已经用过一次了？其实我在以前的时候，影片就曾经有说过，我其实不太喜欢猫咪，因为我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猫咪，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在养猫，然后我家也没有在养猫，而且我还记得我曾经因为冲出来野猫发生过蛮严重的车祸，造成我对猫咪一直怀恨在心，认为猫咪就是一种很鸡巴的生物。对，没有错，我知道狗也会做同样的事，但我就是偏袒，怎么样？所以如果说到猫派还是狗派的话，我当然是毫不犹豫选择狗派的，鸡巴除外。但是我已经21岁了，所以我决定要更突破自己，至少在我所剩不多的生命里，要试着跟猫接触一次看看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一个超讨厌猫咪的人，试着跟猫咪生活一整天看看。对，这是我人生做过最疯狂的决定。OK， 那我们出发吧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找朋友拿猫咪，刚刚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所以大概再过半个小时，我就看到人生第一次看到的宠物猫，对，一种很奇怪的生物，希望我能跟他相处得好，这是我人生最沉重的一次旅途。邪恶的生物。有猫咪出现在我家里耶，我人生中从来没有猫咪出现在我的视野以内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。你们可能还想象说我到底有多怕猫，或者对猫有多陌生。真的，你21年来只有听过这个生物，但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时候，还有吃过啊？就你可能会知道这东西，但你会还是会蛮害怕它的。对，猫咪，闭嘴。你在跳街舞？乖，乖。他会咬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对猫咪的印象一直只有它还在伤人的感觉。我想摸摸看它，乖乖，它好像狮子王。啊！笨啊！妈的！哎，它跑走了，他跑走了啦！来，吃我乖乖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乖乖乖乖，给我乖！完全不听我的指示，乖猫咪。我摸摸看它，哎，好软哦。欸，好好玩哦！我人生第一次摸到猫咪耶，原来是这种感觉哦。它都不会咬人吗？我以前一直觉得猫咪很不亲人，所以一摸它就会用爪子攻击我的感觉。你会咬我吗？你会咬我吗？你会咬我吗？乖，嘿，让我摸摸。欸，它尾巴在咬我什么意思？它是不是在警告我说，你不要给我过来哦，滚哦，滚哦！我让它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。看我。你好像有点可爱，难道我要洗刷我21年来对猫咪的刻板印象？滚过来！你别插手，你别插手，来吃哦！滚，滚滚！嘿，嘿，嘿！我人生第一次养宠物养的这么有挫折感，它跑到冰箱后面了，还是我学猫叫声，它会跟我一起出来？喵，喵！再见，小猫咪，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次见面。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通讯结束。有饲料可以引它出来吗？你猫咪想吃这个吗？想吃，给我下来，给我下来。哎，它正在看我哎，好像在那个冲刺绳哦，用稻草引羊的那个阶段。它正在吃我东西，它正在吃东西啊！我以前因为养狗，然后狗的嘴巴跟那个舌头有大嘛，所以你吃的东西就啪啦就不见了。我第一次。看到动物用这么小巧的舌头吃东西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就是掌控的快感。这东西是什么好吃吗？为什么要吃那么急？你试试看，这蛮好吃的。哎，真的蛮好吃的。你要不要吃它？要。好好试看。两个人在那边吃它的食物，怎样？也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。这世界上的食物是我手上的。这好像我小时候爸妈给我吃零食的样子。我是为了你吃一条零食的人哦，你要记住我的名字，以后你要来报答我，你要化成一个人，然后送我一个新一区的房地产。不然他到我们家已经半小时左右了，我从刚刚到现在，我只是一直追他跑，我还完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嘿嘿，爱过来，爱过来，嘿，给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们呢？我可以抱他吗？可以吗？那怎么抱啊？玩具啊！啊！我在拖在下面。
我好像去亲戚家看刚出生的婴儿的感觉哦。嘿，你现在已经在我手中控制了。哎，朱先生，这是我刚出生的小孩啊，他叫朱爱爱啊。哎，朱先生，有机会来我们家看一下儿子啊。啊，现在几岁了？怎么说要生小孩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抓子，那我们来比比看，看谁比较可以让他前进。那是我啊，我已经跟他相处三十分钟了。好，来 PK 啊，来来，东东，你要多少钱？来来来，不要，嘿嘿，好，来来来，一把，来200啊，1000给你。妈，你看他给我们狗过来，妈。猫，这个家的暴力之气也太重了吧！如果在那边住一阵子哦，然后他回家后对主人这样，阿妹好小啊！然后刚就是还有那个猫主人顺便带那个猫砂过来，这猫砂是可以摸的吗？可以摸摸它，有没有拉屎我就不知道了。嘿，猫砂摸起来感觉好像是水族箱里面的那个石头的感觉。哎，过来，我们一起上厕所。哎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你要说过来。过来如果你是说他叫过来，然后爱爱的话就变性骚扰了。过来，爱爱，过来，过来。上去了，你在对哪？哇，你在跟空气斗智斗勇哎！爱过来，爱为什么要进我房间？不要爱，不要去那边，不要。再见了各位，我再也抓不到他了。那边是我房间里面的最深之处。那边里面有超多电线器材啦，我根本就碰不到他，好不好？爱爱。你好可爱哦，哈！我感觉到控制人心的快感了。再努力一点，哎，还是把电脑拆了。好、哦，他出来了。爷爷，过来，跟着我，保准你吃香喝辣。我这是一个失败的主人，我必须要靠食物才能引诱动物。还摔倒，姐都不能给我再跨越这条横沟。给我认清楚你自己的命运，你就是要待在一楼。我想再抱一次他看看。我可以。好惨啊！他还第一次陪我，长吐司哦。哎，突然变得好奇怪哦，你们整个气场都好奇怪哦。你看我舒服啊，很可爱的舒服啊。其实我喜欢捏死啊。哎，你可以让我吸一口。吸一口就好了，哈哈，一口就好了。这是猫咪的感觉。你撞我头！我跟你讲，你肇事逃逸哦。就是动物的味道啊。吸猫有那么爽吗？让我再吸一次。哎，你可以让我吸一口。好像蛮香的。我才发现猫真的很会钻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，这蛮屌的。对啊，我也会钻一些法律想不到的漏洞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现在是没有我在玩猫啊？你自己在那玩手游啊？不是啊，它都不理我。我刚才知道是篮球，它也不理我，它是一只猫。我已经对猫咪没有热情了，我已经开始在玩手游了。对，这是我最近。在玩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叫 Sony Cat， 这游戏很酷哦。你们看，它的主角是一只猫咪，它是一个音乐游戏嘛。然后你按开始后，它会拿双刀砍衣服，你不觉得超可爱的吗？那说它很酷，它可以换刀子。没错，你不用在意为什么一个音乐游戏里面猫咪会拿双刀，而且它拿的还是平底锅呢。只要进入游戏后就可以开始 Starbusto，Stolimo。玩法就是音符过来的时候，猫咪就用刀子把它砍掉。小猫，哎，喵一声我就跟你玩。最近这个游戏刚好圣诞节，所以你们看刚好拿到圣诞树嘛，我们都是圣诞节歌曲，还有一些什么限定礼物，通过玩游戏可以获得奖励之类的。对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看。哎，但是我想到了，你看这边的主角不是也是只猫吗？那如果这游戏勾引爱的话，它是不是就会更亲近我了？对，我是天才。因为毕竟不是说什么猫会同类相吸什么的吗？我们先去找爱。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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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。走到了，来，他在这边啊！哎，你看这个游戏，你看这里面是猫，猫咪来跳舞，哎，他有兴趣，他更有兴趣，这个游戏有用，有用，他对我有兴趣了。所以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我们要来帮爱爱买他的晚餐，买鸡胸肉给他吃。我就回去拿个水煮，然后烫一烫给他吃。哎，蛮兴奋的，人生第一次自己煮东西喂食宠物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爱的晚餐。对，这是一块鸡胸肉，没有任何特别的鸡胸肉。把它切一切就可以去给爱吃了。可是他这样陪我拍一整天，然后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应该也很累吧？
煮的东西给他吃。OK， 又好了，猫的晚餐鸡胸肉，嗯，熟了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好吃哦，好爽、啊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想吃吗？好像有兴趣。哎、欸，他吃了，他吃了，他吃了。这是我煮的晚餐哦，好吃吗？虽然你是在我床上吃东西啊，但是算了，没差了，因为这只是可爱的猫。我把这个放在旁边好了，它要吃，就会当晚餐来吃了。开心吗？哎。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天，我跟我朋友约好的就是一天后我就要把他返回那边，因为我本来只是为了拍片让他过来那边住一天嘛，所以我们等下就要把他再送回朋友家了。再见了，爱爱，说话，爱说话。哎呀，我们就把他放到猫笼，然后带过去吧。进去，来进去。不不，把这些东西收一收，就把它物归原主。喂，走吧。其实说真的还蛮有趣的，蛮颠覆我对猫咪的印象，因为我印象中的猫咪都是蛮凶的，然后很不亲近人。没想到养在家里的猫咪其实想象中比我还要乖，它在我们家里没有抓坏任何东西，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虽然只养一天，但我觉得其实还蛮愉快的，虽然它一直霸占我的床。不过认真来说真的是还蛮轻松的，因为也不用陪它玩，也不太用特别去顾什么大小便，因为它都直接在猫砂里面解决。好啦，我觉得差不多我应该要改变一下21年来我对猫咪的刻板印象了。对，我在此要跟所有的猫咪说对不起，你们其实蛮可爱的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差不多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可以按右下角喜欢，想要追踪观众，可以点右下角订阅。觉得这边不错，不管按下方的分享，到我的 IG 或者第二频道，或是放在下方说明书里面，可以追踪订阅或点个赞之类的。OK， 观众，我是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他就是这样，他在家也这样，他就在那边盯很久，然后盯很盯到不行的时候，他才会。甘愿倒下去。